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2页，从第一行看起，啊，课题，觉幻妙心，这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说的，世尊为我们转述。转述等于阿弥陀佛所说，啊，这阿弥陀佛对十方来参学的这些菩萨，这些菩萨不是凡人，全是化身菩萨。啊，皆是阿惟越致，对他们开示的，当然有一定的深度。啊，我们能够多多熏习，对自己有很大的利益。我们将这两首半的偈子念一遍：觉了一切法，又如梦幻象；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常；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两首半记诵，从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这一首觉，觉者证悟啊，这才算是觉。那么我们平常学习经教，听懂了，记住了，搞明白了，这不是证悟，解悟。那解悟是属于知识，证悟啊是属于智慧，不一样。
证悟，一切法全悟了，一悟啊，一切悟，解悟不行，解悟只能悟一个局部，不能悟入全体。啊，所以还有很多法门不能尽止。啊，如果证悟啊，就能通达。啊，下面了之。啊，了是了之。一切法者，总该万有之一切诸法。你看这第一句的意思，觉了。一切法啊，证悟了知，一切法全宇宙，用佛教的名词来说呢，遍法界虚空界，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最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全宇宙。一切法是自性显现的，是自性能生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是所生的，能生的是自性，所生的呢是一切法啊，所生的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三个比喻啊，这三个比喻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所以能生叫真空，所生的叫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这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那佛在大乘经里对一切法真相讲得很清楚，这是从总的纲领原则上来说，很简单，几句话就说完了。细说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分量多大呢？龙树菩萨告诉我，经文佛在二七日中，在定中所讲的，听众全是化身菩萨，不是化身菩萨，他不能够进入释迦牟尼佛的定中，只有化身大士有能力啊，进入释迦定中的境界。听华严经啊，分量多大呢？龙树菩萨告诉我，全部经文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记住十个啊，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像微尘那么多的记子，一思天下微尘品，细数啊。略说呢，
六十就这两句话，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啊，就这一句，一句就说完了。这一句细说，就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一思天下未成品。佛法妙啊，妙极了，我们一般人呢，讲都讲不出来，想也想不出来。啊，这学者专家，我初学佛的时候，啊，认识一位台湾大学教授，教考古学的严一平先生，啊，教书很辛苦啊，待遇很微薄啊。他们这些教授，大家凑了一点钱，开个书店。啊，严先生退下来了，当这个书店的经理，啊，总经理。给我谈佛法，哎，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会讲大话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会讲大话，我们都讲不过他，啊，这就是大话了，啊，全宇宙的一切法。他了知啊！这一切法是什么呢？是梦，是幻，幻是魔术，变魔术叫幻，叫幻术。想回音，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听到回响。啊，虽然事实真相如是，这些菩萨们来到这个极乐世界，地藏大师想了解诸法实相，阿弥陀佛两句答复完了。后面呢，他们想修行成佛，成就啊，希望能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他们的愿望，他们来就是为这个来的。啊，下面两句呢也就答完了。啊，是知道事实真相啊，性空妙有啊。正得性空妙有，依然满足诸妙愿。妙是什么？非有非空，叫妙。啊，诸妙愿，简单的说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阿弥陀佛说，这个誓愿你一定会圆满。啊，你终极的希望，希望将来你成佛了，你的世界像极乐世界。你成佛向阿弥陀佛，彼成如是刹。啊，你必定能成就。这四句偈的意思，
深广无量。我们看念老祖解了知啊，了是了知，一切法呢，总该万有之一切诸法啊。我们今天讲全宇宙，一法不漏啊。佛经的术语，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或者说一切万法，意思都是一样的。啊，念老在此的时候，总该万有之一切诸法，大智度论语一切法，六说呢有三种，就是三大类。啊，这三大类把一切法全都包括了。第一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有生有灭，是一切法的现象，一切法的作用，这叫有为。包括十法界一真庄严啊。第二种呢，无为法。无为法是有为法的本体，是自信，是阿赖啊。阿赖也算有为法，就是讲的自信。第三种呢，不可说法，就是不可思议啊，是说一切法的体相作用。你能够证悟，你无法思议啊，就是你无法想象，你也无法说明啊。这个事情为正方知，所以真实法一定叫你正得啊。因为正得，这就是科学啊，科学一定要拿出证据出来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要证得。这个证得怎么样呢？这个证得证据拿不出来，说不出来啊。真正其入境界了，跟已经入境界的人对话，这叫契机啊。他给你证明你真的了啊，所以一定要有人证明，没有人证明不算。六祖慧能证悟了啊，一定要五祖给他做证明啊。他听金刚经，五祖讲金刚经讲的不多啊，古人的言语都非常缓慢，柔和温雅啊，
不像现在人说话这么快，速度这么快。啊，这就是说，五祖讲《金刚经》分量并不很多。啊，顶多四分之一，《金刚经》只有5000多字，应该是讲到差不多1000多字，啊，并不很长。慧能大师就把他的证悟说出来，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这几句话说出，五祖就说行了，不必再说了，给他印证，你确实。开悟了，说的一点都不错，一钵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这个时候他是居士，他没有出家，年龄只有24岁，怎么证得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清楚明了，这是智慧。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放下，把根本无明放下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彻底放下了，就成佛了。啊，大乘经里面我们听得很多，我们完全是解悟，不是证悟。啊，解悟能帮助我们证悟，怎么帮助？啊。知道事实真相，我们赶紧放下就证悟了。解悟是看破，看破要真放下，那就是证悟。啊，没有放下的是解悟，要放啊，别执着。放下是证悟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知道不肯走，是什么呢？无始无明习气太重了。啊，如果不放下，不证悟，对我们没有好处啊。啊，所谓好处利益的时候，那是常识。啊，是佛学，啊，有进步，不是学佛。啊，对了生死出三界，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干的。啊，放下，放下，那对于往生大帮助。这一放下呢，跟阿弥陀佛就通了。
现在讲热线就通了。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啊，知道肯定就加持。这个不容易啊，《大智度论》里头这三句话，把一切法全包括了。不可说的法，是化身菩萨清净的境界，不是化身菩萨说了没用。他不懂，是化身菩萨，不必说，他全知道。此三已是一切法了，这一切法如梦幻想。第三个比喻，欲诸法界虚妄无实。可别当真了，当真就错了。如梦，梦，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好像有，醒过来没有了。如幻化，幻化是变魔术。好像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如回响。回想在山谷，在空室，大堂、大殿、大厅，很广大，能容纳1000、2000人的这样的大殿，里面没有东西，你喊一声，有回音，这个墙壁有回音，这就是回响。大智度论曰：如梦者呢？如梦中无实思，未知有实，觉已知无，而还自晓。做了一场梦，以为是真的，醒过来是假的，不是真的。又说一切诸行如幻其狂小儿说因缘不自在不久住啊。为什么生灭相续？因缘生法，给我们讲一切诸行如变魔术，逗小孩玩，小孩无知，以为是真的。又曰：若深山。峡谷中，深觉见中，这小溪、瀑布，若空大穴，刚才举的，容纳几百人、千人的这个大房子，里面空旷，没东西，我们在里头。高声呼叫啊，他会有回音，这叫回响。无智人
未为有人与神。啊，无知的，以为有人在说话。我们说话，他跟着说。智者心念，是神无人处。但以神出故，名为想。啊，但以神出故，就是回应。想思考，能狂耳根，这个狂当欺骗讲，他欺骗我们耳根。乃至菩萨，知诸法如想。菩萨觉悟，世出世间一切法，确实如梦、如幻、如想，决定不是真实的。世尊对化身菩萨说：“唤醒这些化身菩萨。”彻底放下，菩萨是放下了，佛还要这样教。菩萨在表演，佛在这里做说明。实际上呢，是教给我们，特别是呢，教给我们现在有解悟没有证悟的人，用意在此地。佛慈悲，菩萨慈悲，啊，菩萨表演，佛在说明。不说明我们看不出，啊，没有表演我们不相信，有说有演叫演说，演是表演，演说我们相信了，不是一尊菩萨，不是两尊菩萨，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化身菩萨到极乐世界来参学，自利利他，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与他说法，他们表演，佛在说法。帮助极乐世界还没有彻悟的众生啊，那是什么？刚刚到极乐世界，时间还不久啊，还带着烦恼习气，啊，那么对我们现在想到极乐世界还没有去的这些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用意在这里。啊，所以下面幕后这一句，乃至菩萨知诸法如想，又慧疏曰：“如梦者，如梦所见，虽有种种事，毕竟不可得。诸法亦复如是。”啊，梦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梦中许许多多的事物、人事，醒过来的时候，
一场空。啊，毕竟不可得。事出世间一切法也如是，不但世间法如梦幻泡影，佛法也如是。所以佛法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啊，大乘教里头常说，清净心中，一法不离。不能有一法，有一法就染污了。有一法就迷了啊！那么又说，清净心中一法不是，不离什么有啊？不是呢，应有尽有，那是什么？那是性德。应有尽有那些法不是你，有意无意放在心上的，不是，心是空的。一法不舍，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一法不舍；一法不令呢，是本自清净。他第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呢？本自清净，一法不令。啊，为什么一法不舍呢？他能生万法。啊，如果他要是舍，通通都舍了，他就不能生万法了。啊，所以从性德上讲，一法不舍；从修德上说，一法不离。性修不二，性修一如，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可说法。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这些话如果听不懂，反复去念，啊，反复的去想，就像禅宗参禅，把它当个话头，时时刻刻提起来，不要找答案，啊，提出这个疑问，时间久了，心清净了，就豁然开悟，就明白了。下面如幻者，如幻所现，啊，变魔术，啊，变现出来的，虽事实化现，其体本寂灭。啊，变魔术，手法快，动作很快。啊，你还没有戒指，这个念头
还没有觉察，哎，它变现出来了。啊，好像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啊，一切诸法了，亦复如是啊。谁变的？自性变的，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个魔术师。如想者呢，如空故相，虽因身即法，自心无所有。诸法呢，亦复如是。啊，像回音，我们长啸一声有回音，我们打鼓有回音，啊，我们打锣有回音。啊，这个回音没有自信，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一切诸法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我们可以欣赏。什么叫欣赏？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啊，我们自己眼耳鼻舌身心，心是第六识，意识外面的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啊，根根尘相接触，起受用，起作用。那么起作用呢，就是凡夫。那佛菩萨，佛菩萨也起作用，他不是凡夫。这什么原因？凡夫起作用，他误以为是真的，把它摄取过来，据为己有，放在仓库里藏起来。仓库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落的种子，就是你收的，放到仓库储存出来了。这就是你的烦恼习气，这就错了。佛菩萨高明，他欣赏，他不储存，啊，他不要。不但他不储存，他连储存的仓库都没有。他已经没有阿赖耶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里头是什么呢？一发不舍。我这个意思，我感觉的讲得很清楚，你们有没有听懂？那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好像我们看东西，我们希望拥有，啊，占有它。佛菩萨看得很清楚，他没有这个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菩萨。啊，我们看见，他也看见。我们以为真，他知道是假的，他知道一切法梦幻。想啊，那我们修行在哪里修啊？就在这里修啊！
啊，这三句话懂得之后，你一生用功学，你就能成佛。要不要经？不要。要不要咒了？不要。要不要念佛？不要。为什么？经咒佛也是梦幻想。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就是这张家大师，我一生感激他了。那么简单，看得破，放得下。啊，看得破是什么？知道一切法是梦幻想，放得下的时候根本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放下。你本来是佛，放下就是。啊，事出世间全是假的。决定不能被他迷惑了。你听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啊，如果你立刻就想到梦幻想，你心就清净了，你心就恢复正常了，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真修行练功，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练。啊，练看破，练放下，真功夫啊。啊，你能成佛，啊，满足住妙院必成如是刹，是因为这是你自心里头本有的，一发不舍。啊，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这个现象自然会成就的。念老啊，这还是会所里头的啊，如空古音响啊，随音生即法，自性无所有，诸法也复如是。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下句深远，即彼得土啊，菩萨有这个大愿，阿弥陀佛给他受记，他一定会得到。给他受记，就是给我们自己受记，这个意思要懂。啊，他们能得到，我们也能得到。我们读这个经，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加强信心。我们求愿往生，这些菩萨们已经见性了。啊，他生不生极乐世界没关系，我们现在没有证悟，没有明心见性。今天跟我们关系最大的就是求生净土，决定要生净土，生到净土，我们的境界就跟这些法身菩萨平等。我们到极乐世界肯定
跟极乐世界融成一体。未成佛的时候如是，成佛也如是。啊，极乐世界真正是我们的老家，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回归自性，毫无差别。因为在极乐世界，你必定成就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证得圆满的自性。啊，我们今天要把这桩事情看作我们这一生头等大事，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就是一用功的所在。跟我们面对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就在人事物上修行了。啊，怎么个修行？修智慧，一切人事物皆如梦幻想，这是修智慧。啊，既然知道皆是梦，皆是幻，皆是回音。啊，决定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我们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那叫功夫，那就提升自己境界了。啊，真正把见思烦恼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啊，怎么知道证阿罗汉果呢？五六种神通现前，就证得了。啊，六种神通没有现前，没证得。啊，你在解悟不是证悟，证悟的时候哪有不发通的道理？前面讲神通智慧讲得好啊，啊，六波罗蜜经上说的，弥陀这段开始念老的脊柱妙极了。经言书为此一起，举彼志愿，即彼得土，觉了一切如梦幻等，是举智，这是智慧。满足住愿呢，是举愿。啊，菩萨法度众生的大愿，也就是一般代表的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佛说这些愿你一定会满足。啊，满足诸妙愿这大愿，不但发起诸妙愿，且能休息。我们断烦恼
在哪里呢？六根要不接触人事物，断不掉啊。要在这个里头磨练呢、磨练到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跟梦幻想要连起来。看破放下是一，不是二。入境界了，原来看破就是放下，原来放下就是看破。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定功。啊，为什么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觉现前了，不迷了。啊，这个时候，圆满的性德流出来了。流出来是什么？大慈大悲，自然流出来。就如同贤首过失望尽还原观所说的四德自然流出来。第一个随缘妙用啊，随缘妙用，随缘恒顺众生，妙用呢随喜功德啊。换一句话说呢，随缘，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样的随缘，这个妙啊！我们今天随缘，心动，这就错了。随缘要不动心。就是妙啊！啊，表演给别人看，这是威仪有责啊，做样子给人看的啊。我们的心态如何制止啊？表演在外面的态度啊，制止就是真诚。啊，内心真诚，外表如何？最后一句，待众生苦啊！待众生苦，你能住在这个世界？这世界环境不好啊，日子很苦啊，你也能忍受。这个忍受，一切都是为众生。啊，不为众生你不来了，来了就是为众生了。吃什么样的苦头都是带众生苦啊。啊，是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一尘不染，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在哪里表现的？在恒顺众生这里的表现啊，没有离开人事物，对人对事对物用现在话说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理念。啊，佛的教戒圆满受持啊，佛教戒里头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到最后也是大圆满的，就是十善业道。
啊，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从佛的圆光。啊，我们看过去人画的佛像，现在人画佛像没有了。佛圆光上有三个字，现在我看到他画佛像的这三个字没有。啊，佛的圆光上有这三个字好，这三个字嗡啊吽。啊，很多是梵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中文写的也有。嗡啊吽，啊是什么？就是十善业。嗡，是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是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吽是意业，不嗔，不贪，不痴。佛的圆光。啊，意思就是，十善业道圆满了，成佛了。啊，菩萨还不能做到圆满，佛才圆满，大圆满。啊，这才是佛门叫根本界。这些年来，我们把它称作儒释道三个根呢、啊，佛的根是十善业，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感应篇呢、啊。这三样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啊，从哪里学就从这学，这三样东西圆满不就成佛了吗？啊，在道家。神仙，在儒家是圣人，啊，在佛法里成佛了，啊，大道，简易，简单容易，一点都不麻烦。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曼殊宗妙云是大愿也，不但发起诸妙云，且能修习摄取曼殊诸云，足证所愿真切，以此二者为因，故得受记曰必成。如是常，刹土成就，乃智与运之果也。智是因，运是缘，刹土成佛是果报。啊，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从自己修的所感显现出来的。又会说云：虽经成劫，又如一念；虽在生死，又如圆观。水则满足妙愿，建立妙土。这个水字是成就啊，是到达你的愿
圆满。怎么知道圆满呢？极乐世界现前。啊，极乐世界不是人工设计，不需要施工建筑，自然现前。啊，这个现象，如果我们问问天文台的观测这些人士，他们知道太空当中常常有星不见爆炸了，啊，说明啊，星球有生命，而且佛法讲的尘住坏空，啊，有的那个地方没有星，突然发现有星，那个星，一个星就是一个星球，它出生。啊，我们看到了，常有啊。所以科学家预测，我们这个世界大概还有几百亿年吧，啊，太阳就没有了，爆炸了，我们这个世界就坏了，尘住坏空。世界都不长久，何况是这个星球里面所有的一些生物啊，真的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象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要觉悟。啊，这是现象，相全是离不开这个事实。啊，我们有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在这个身相里头。啊，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讲。波斯匿王见释迦牟尼佛，他跟佛同年，啊，年岁大了，耳也背了，眼也花了，很感伤自己老。那一年62岁，啊，佛也62岁，啊，佛提醒他，生、假的，有生有灭，不用忧虑，你有真的身在啊，真的是不生不灭。他向佛请教：“我身上有真的，真的在哪里？”啊，佛问他：“你第一次见到恒河是几岁？”他回想，第一次见到恒河，是他妈妈带着他。啊，到一个神庙去烧香，经过恒河，看到恒河水，啊，那么他就问：“
你十三岁的时候过十年，十三岁你的身体跟三岁有没有变化？有，比三岁老了很多。啊，那么23岁比13岁呢？啊，一直问到你现在62岁，跟52岁的时候比，52岁身体强壮啊，62岁跟52岁就不行了。阿赞，这是说明什么事情？身。有生老病死，他说你见恒河水，3岁见那个恒河水的见，跟13岁的见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啊，那么一直到今天62岁了，你见到恒河这个见。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就不死，就是不生不灭。他明白了，啊，我们的见性是自己的真心，啊，见性不生不灭，眼识有生。见性不生，眼识前念灭后念生，就生命；但是见性不生，闻性不生，啊，鼻嗅性不生，啊，舌尝性、味性不生。不生灭的是真的，生灭是假的。我们身体将来老了死了，不生灭的存在啊，它不会跟着这个身体一样消失。波斯女王听懂了，很开心了，知道什么？我不生不灭，我这个身有生命。有生老病死，我的见性，就是六根的根性，这是自己，他不生不灭。啊，生灭的不可得，要放下；不生不灭的。也要放下啊？为什么呢？自性里头一发不离，你要执着于一法的时候错了，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是你圆满的自性就这个东西是你的本，是你本人啊！所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就是佛，这就叫真如，啊，这叫本性，这叫真心。大乘教称它做菩提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东西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要让它做主，这就成佛了。啊，阿赖耶不存在了，阿赖耶转成智慧，啊，成大圆见智，摩那转成平等心智。第六意识转成
妙观察之，前五十转成尘所作之。啊，自信直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迷了的时候变成八识，八识生烦恼，不生智慧，性质不一样。啊，我们看底下，底下讲得很清楚。盖为啊，从智满愿，以四愿都会圆满：度众生的愿、断烦恼的愿、学法门的愿、成佛道的愿，通通会圆满。从愿呢，见度；以智慧故，生死如圆观。云像化云啊，《法华经》譬喻品里面常常用这两句话：云观，云是化云，观是里面的楼阁，居住的地方。啊，花园里头的宫殿楼阁，生死如圆观。多劫如一念，念劫圆融。啊，说明时间是假的。这个话，生死如圆观，他的意思，是比喻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圆观不是永恒的。随着相思相续的生命，它却是如梦如幻如想。那我们要记住第一句，绝了一切法，圆观是一切法里头的，不是一切法之外的。那么这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如想啊，多劫如一念，念劫圆融。这是事实真相。释迦牟尼佛讲华严是在定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长的时间，二期，二期十四天，也有地方说三期，三期二十一天啊，就算三期吧，也不长。啊，讲了多少呢？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那要在我们用我们这个世间时间来算，
他讲了无量劫，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在定中如一念。现在我们讲时差了。定中跟我们的时差不相同啊。我们这个叫无量劫，定中是一念。于此了达成就，对这个事实真相你明了通达成就了，所以你的大愿能够圆满。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誓愿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极乐世界也没有几点钟、几分、几秒。为什么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再长的时间，在极乐世界都是当天；再大的空间，在极乐世界都是现前。这就是前面。一切法里头大智度论里所说的第三种不可说法，它不是有为法，它也不是无为法，它的法无法想象，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为真方知，你生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于此了达成就啊，故妙愿悉念门悉圆满。这个里面前面举的净严疏，后面是会疏，两疏小异。净严疏说的详细，这说的比较简单，说的都非常好。而净严之说较轻，较轻，他讲的明了，不但发起诸妙愿，且能休息。摄取满足诸愿，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盖了诸法空，任然愿取净土，不落二边。妙其中道啊，是净宗本质。如果说一切法皆空，好了，什么都不干了。行不行？不行。你呀，落到空里头去了。那个空是个万空，就像
无相天一样，像四空天一样。在那个里面，时间很长，对自己不能替身，对众生毫无贡献。啊，这是诸佛菩萨不同意的，不赞成的。啊，应该要怎样？知道一切法空，但是你眼前看到多少众生迷惑颠倒，他认为是有。他在里面造业啊，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觉悟了，超越了，那怎么办？带众生苦，带众生苦，我们不离开众生，不离开六道轮回，不离开十法界。我们在这个里面现身说法，帮助他们。彼此都得利益，对自己呢向上提升，啊，对众生呢确实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也不知足。执着不能提升啊，真实功德心上痕迹都不着提升到圆满大觉啊，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人，他做出来我们以他做榜样，向他学习，就没错了。啊，妙其中道啊，净宗本质啊，啊，净宗宗旨不落空啊，也不着有，空有两边都不知足。啊，你说他有，他痕迹都不占；你说他是空，他干起来真卖力，真干。如《维摩经》上说：“虽知诸佛故，即于众生空。”这是智慧，而常修净土。教化于全身，这说句子好啊！啊，事实真相了解，一丝毫都不迷惑。啊，但是自信里流出来真实慈悲。我们常讲真诚的爱心，这个爱心里头没有条件，这个条爱心里头没有占有，没有控制啊，没有支配，这些现象全没有啊，真诚圆满的爱心，这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因为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
没有分别了。啊，像我们身体，我们身体细胞组成，啊，细胞原子组成。啊，原子是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啊，这些东西又是由基本粒子、不同的基本粒子所组成。啊，不同的基本粒子是不同的夸克组成。科学家告诉我，一般人身体大概是60兆个细胞，如果用原子、用电子、用夸克，这个数量不知道要加多少倍。啊，分析到最后，微中子，这是最小的单位了。我们身体微中子一合相，一就是单一微中子。啊，微中子变成夸克，夸克再大变成粒子，基本粒子。啊，再变成原子。啊，原子再变成分子。我们用分子做单位，做细胞。做细胞做单位，哪一个细胞不是自己？啊，哪一个微中子不是自己？真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自己。啊，微中子的寿命太短了，它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之内，微中子的生命是1600兆次。这是从物质现象上来观察，有没有我？无我啊！无我执着这个东西是我，这是错误的概念，这不是事实真相。啊，我身如此。这个地球也如是，太阳系也如是，银河系也如是。啊，一个佛的国土，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啊，一个3000大千世界，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是10万亿个银河系。啊，他怎么说法呢？一个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1000个银河系是小千世界，再乘1000是中千世界。
再乘一千是大千世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国土。也如是啊，没有例外的。这物质现象全是在1600兆分之1秒波动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那灵性是自己，灵性不是物质。灵性也不是念头，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灵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灵性有觉有迷，觉了是佛菩萨。啊，少分觉。阿罗汉，迷了是六道凡夫，十法界凡夫。啊，明心见性，把自己的灵性找回来。灵性没有消失，就忘掉了。虽然他一切处一切时都在，把他忘掉了。啊，注意力了，只是注意这个身相，物质的色心。啊，充其量到念头，念头是妄心，念头是第六识跟第七识。啊，执着的念头是第七识。分别的念头是第六识啊，我们把六七当作自己的心，把阿赖耶的相分当作自己的身，全搞错了阿赖耶的相分也是变法界虚空界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从念头来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念头是变法界虚空界，还原观上讲得好啊！给我们讲三种周边的啊，这三种周边是说起心动念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啊，所以对觉悟的人，他全知道啊，啊，只有六道众生跟十法界里面众生。他不知道啊，即使知道也不清楚我们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那在修净土的起心动念就一个念头阿弥陀佛
边法界。啊，《维摩经》上说得好，常修净土，教化众生的，这是真的，真实功德，无与伦比的功德。啊，下面念老在这里做个总结，此皆圆宗，是理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下面两首偈与这个宗旨完全相同。啊，在这个里头，《维摩经》上这首偈子好，我们要认真学习，要把它落实。诸佛国。这是医报，给予众生，这是正报。啊，医报正报，就是一切法。既然是一切法，就是梦幻想。那么换句话说，这就是念佛堂堂主常说的口头禅：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佛要这样念法了，那个一声佛号能灭80亿劫生死重罪。我们今天念佛收不到这大效果，为什么？我们身心世界没放下，不知道身心世界是梦幻想，不知道。我们以为身心世界是真的，在这个里头起无量无边的妄想，起无量无边的杂念。妄想跟杂念就是六道轮回的根由。六道轮回从哪来？妄想杂念变现出来的。妄想杂念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在佛法修学是什么个等级呢？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把执着真放下了，他还有分别啊，但是执着全放下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
他脱离轮回了，离究竟苦啊！但是他没有出十法界，为什么？他还有分别，他还有起心动念，在这个境界里头，必须把起心动念分别还要放下，他才能真正超越十法界。啊，证得诸佛如来的妙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生到十宝土。土妙，身也妙。为什么呢？跟阿赖耶永远脱离关系了。啊，你用的是真心，不是妄心，纯一真心。啊，十法界都是用妄心。四圣法界用的正，六道用邪了，用偏了，这是诸法实相啊，佛法的修学宗旨就在此，让我们了知诸法实相。了知之后，要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我对于一切法。认为它是有，这个错了，你想错了，你看错了，把它修正过来。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是梦，一切法是幻，一切法是想，这是正确的。啊，先从观念上修下来，然后事物上呢，放下。生活必需品不能不要啊，衣食住行虽要不执着了啊，对于人事物没有贪念了，没有情志了。哎呀，这样说起来，学佛的人没钱，没钱没意义了，是不是？不是的，虚情假意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有真情，有真意，是真的，不是假的。有真慈悲，叫真爱。啊，这是永恒不变，这真的，会变的。假的啊，世间人都用假心的妄心的靠不住啊，他那个心常常在变呢。啊，佛菩萨的心永恒不变。啊，我们礼敬他，他对我们慈悲。我们怨恨他，他对我们还是慈悲，甚至于我们去伤害他，去回报他。啊，他对我们还是慈悲，这是真的。
啊，我们世间恩会变成仇，父子是恩呐、啊。为什么儿女叛逆，把父母当作仇人？啊，这就是靠不住啊！啊，父子恩爱，假的不是真的。小时候儿子真爱父母，长大就不爱了。这种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很多，到处都能看到。啊，所以虚情假意，我们要把它看穿，不能放在心上。真心流露出来是真诚的慈悲。啊，心量大，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心有多大，宇宙有多大，心就多大。甚至可以说，心比宇宙还大。为什么？宇宙是从心诞生出来，没有心，哪来的宇宙？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真相是什么？古人说量大佛大了，那个佛是自性里面的佛宝，不是修来的啊，也就是如来果地上的佛宝，像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不是修的，果的正果了，自然现前。啊，读这部经，看这个注解，慢慢就体会到了我们真心不可思议啊，真心呢太伟大了，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这叫真修行，放下妄想杂念，用真心啊，真诚心啊，这就是不可思议的情景。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